你这哪来的衣服呀？还有这些装备，你以为我是去干嘛了呀？我就知道你这不撞南墙不死心的性格一定会跑到这里来等，所以专门去买的这些东西，免得你中暑。你也可以不来，反正我又不是撑不住。喂，你不心疼你自己，我可心疼你了。再说了，取鸡随鸡，取狗随狗吧。喂，你骂谁呢？啊，怎么了？脚麻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拿着，坐。玉霞，不坐了，不坐。哎，坐，慢点啊。自己睡。哇，装备还挺齐全啊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。是谁男朋友？哎，哪来的水啊？吴大师的秘书送来的。我看啊，他就是心软了。我再这样站两天，他肯定愿意见我的。怎么样？我就说诚意最重要吧。好，那我就一直陪着你，陪到他被你感动的那个时候。回去吧，啊！吴老师，吴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吴老师，我啊！停车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开车吧。你是被晒傻了吗你？为了工作，你连面都可以不要了是吗？我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有点头晕。我。怎么样，头还晕吗？你这是中暑了，要好好休息。嗯。可能会有点疼啊，你忍一下。没事没事啊。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，搞得自己浑身是伤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你这么拼，就这么想当个女强人啊？我不是想当女强人，我是想成为更优秀的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变得更优秀，才可以站在你的身边啊。在这叮叮当当的干什么呢？哦，单手拧盖子很麻烦的。手都已经这样了，不知道喊我来帮忙啊？我就做个护理，哪好意思麻烦魏总啊？我来吧。递我手上吧。你会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手法还挺专业的呢。那这位女士，记得要给个五星好评哦。嗯，行啊，一会儿啊，给你小费，啊。谢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有一个豪华套餐，全身洗护。你再骚扰顾客，我报警了。我就提个建议嘛，谁叫你的手不方便？行了行了，烦人，擦完就赶紧出去吧，还要洗澡呢。等等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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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好看？擦一下脸，清醒一下吧，魏总。你老胡思乱想的，出去吧，我要洗澡了。太扫兴了吧！出去，快点！喂，喂，董事长，我刚刚检查了我老师那边发回来的合同，版权那一页的纸质确实不一样，应该是被人调包了。你能确定吗？确定。而且墨迹也不一样，被换掉的那一页墨迹比较浅。好，我现在来找你。怎么了？你的名称哥打电话过来，说合同被调包了，就他了。哎，对了，财务那边你有时间去交接一下，有一笔给你的补偿金，全当我给你的休假基金了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好。董事长，这是要出去？有个约会。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喂，你会不会拍照啊？你把我一米七大个拍成一米了，这么小脸你给我拍这么大，删了删了。你本来也没有很高嘛。你看，手机还我！还我！喂，扯平了！幼稚鬼！彼此彼此，我要看看还有什么丑照没。手机还我！不还。还我！还你！黑一轰，周氏，我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。等会儿再回去，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看什么？十、九、八。你数数干嘛呀？六。你是不是要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吓唬我？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看，好美的烟花呀！我们很幸运，赶上了闭馆烟花。我看到的